Okay, disaster.
Valmaggia 宝贝最喜欢的椅子。嗯，宝贝啊，舒服吗？酸酸像泡菜，是煎烤的，你最好上去了。嗯，那个窝我没有煎，就会变干。
虾的味道，海鲜的虾，很浓的那个虾的海鲜味啊，是像虾饼的味道，然后淡淡的那个蛋黄香，哎，不错，没有很浓，可是它的那个虾味是真的很浓很浓，不然不许，很脆，不错，好吃。But 我比较 prefer 的是纯蛋黄的哦。Oh, 你懂它吃起来像什么吗？像那个 salted egg fish skin， 真的很像哎。如果你蛮喜欢那个 salted egg 的那个鱼皮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这个。嗯，我越吃越多片的时候，就觉得还好而已了。它的第一口就觉得很香，蛮浓郁的，就是很浓郁的那个味道。可是当你吃久了过后，你就是觉得就是普通的 potato chips 哦，没有特别哦。可是我比较 prefer 的是那种 thin slice 的那种薯片啊，因为这个比较对我来说是比较硬一点，所以吃起来就比较难咬。